哎呀，我还没有回去，还没有回去，因为在等他们后面的拍完，凑一车的人才能走，先棒打先能夹到半上的荧光棒，所以我就在这个拍生写这个地方找个地方播一会儿。谢谢云海送的荧光棒，七个荧光棒，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拍摄的地方呢，谢谢甜饭子送的荧光棒，谢谢韩露送的荧光棒。他们拍完，我想吃烤肉，但是我觉得疫情期间我不好，就是走那么远，可能点外卖吧，其实没啥区别。有谢谢一直送的巧克力，谢小兰送的荧光棒，谢谢用小六六七送的荧光棒，谢谢一直送的巧克力，谢谢送两个巧克力。不知道吃什么，但是我挺想吃韩国烤肉，很想吃呀。没有，我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黄奕说的是，我带你吃嘛。例如说，我带你不吃，我就说，那跟你吃饭没意思。我是最后一波，中心附近应该不知道，没吃过。谢谢爱情水的小王送的秋天奶茶。点烤外卖，外卖感觉没有店里好吃。今天的妆不是跟之前一模一样吗？你们每次直播里面说今天的妆好看，其实一模一样。我今天不是点了早餐吗？走近的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有点饿，但是我们点了奶茶，臭臭奶茶。哼，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素颜？今天很好看，每天都好看。这个头发是我刚刚扎上去的，但是挡眼睛了。然后我看了今天拍的，我觉得图片还不错。我觉得今天拍的不错，就是双下巴有点严重。你看，如果挤的话还是有，就拍的还是有。想吃烤肉，我每次妆都是这个妆容呀。现在明明是晚上，你们为什么要说下？哦，5点啊，是下午啊，我还以为7、8点了。因为我们这天完全黑了，这天完全黑了，我以为7、8点了。怎么会这样？你们那边不会还是白天吧？你们？我以为7、8点，就是炎炎夏季。我没瘦，但可能这2天没吃什么，没有像之前那样吃很多东西，可能瘦了一点。这每次穿的是一样的，我都把这边遮脸的头发给扎起来了，这个揪揪，这边跟之前一样。我觉得可能是自拍的吧，因为我感觉自拍会比，怎么说呢，会比他拍显瘦，真没变瘦，我不会开瘦脸吧？没有，我开一个瘦脸，这才瘦脸，这个好尖啊，这个瘦脸，我开到最大是什么样子的？太可怕了，好反人类呀！这个瘦脸，就比如说你把瘦脸和大眼，我在拍生写这里，我给大家把瘦脸大眼，这是瘦脸。哦，我还是做一个正常人吧，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晚上回去再说吧。今天不是有电台，忘了。我还没有做好功课，不做功课笔记，电台笔记。但是今天是直播，快说吧，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拍完了。
哦，现在才5点呢，没事了。我一直以为现在7、8点，不准截图呀，不准截图啊，就是最后一期的很费心情景。谢谢残影送的10个秋天奶茶，谢谢，今天开心，快快乐乐。因为打车回去，你肯定是等所有人一起。我跟你讲，我这个衣服帽子还是有耳朵的，耳朵，好吧，你们看不见。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什么都过来了，好社死！大家的飞行期总选举怎么样了？我也觉得穿这个感觉上班像穿了貂一样。我可没说你的截图不错，我又想吃冰糖葫芦了。这个公司派上你的公司的人来了，我有点社恐。我们的人在那边拍呢，七七，哎，我在那个，嗯，我收的东西他拍好了，他拍好了吗？是不是可以走了？马上走了。哦，好，拜拜，回去再说。大家可以互相投投呀，对。这个光圈没有，我刚点外卖，我刚点外卖，然后再播，等他到，我希望他能快一点到。Hello，你们好呀，是电台，我没有做准备，可以开始吗？啊？没有没有，我跟他们说，你们猜我吃什么？吃烧烤，可以，那。我那你平板在吗？在地上，我在这边坐着。OK OK，好远呀、啊！等一下，我去拿。他们公司太乱了。哎。但是我得发一把图片发给这个，密码多少啊？那你？我好像，我那你，密码多少？25813 6。等一下，258。就是在他们房间，不想走了。我还得发个图，等一下。你让大家都来听呀、啊。你听的题目是80336，早就开始掉色了，我头发。天、啊，不要卷了啊！等一下，我去，谢谢爸爸先生给他送的巧克力，我去找下图片，这个。我去发一下，我得用微信登录呀。不好意思，用什么方式可以发过去吗？你这个照片可以传送吗？AirDrop。你要传什么东西？就是一张照片。谁给你传呀、啊？我传到这上面。那你传呀。怎么传啊？你给我传呀！你要退出呀。什么意思？你拿你手机传呀。哦，等会儿。有了，可以隔空传送。我总感觉现在是10点了，没想到才7点，我们这天完全就是完全黑了。我开始吧，就是跟电台一样，不过这次是露点，因为今天刚好化了妆嘛，就是电台那种投稿那种一样。轩轩，我还没听过有人这样叫我，外卖没到。对，我们的天完全黑了。
第一个，别尬我。第一条就是他说我先给他念一遍，你不要觉得我嘴瓢。七七不管是减肥还是学习，我都没有行动起来，给你发过翻牌，谢谢你给了我很多实用的建议，但是我很懒惰不自律，总是说明天再努力。我从小到大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花钱用于吃，大手大脚。最近问了同学才知道，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你的两倍，发现自己家里条件比别人差，也不懂攒钱。自卑很影响我的心态。 iPhone 13出了，我现在的手机能用，看到同学们都换新手机了，我也好想换，我是不是太虚荣了？如果换手机就又要分期消费。谢谢爱潜水的小黄说的恶魔头饰，你们听懂了吗？我没笑，没有没有，我刚开始，我没笑，你听懂了吗？带点感情的朗诵。带点感情怎么我听 iPhone 是，就是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是有点问题的。我没有，我只是为了缓和气氛就可能会这么笑这么一下，心里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你要量力而行，就是你没有这个足够的条件，你就不要为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让就是让自己就是一大段时间过得不好，知道吗？然后你不要去跟身边人比。其实好多我之前都讲过，就之前那几期，对吧？你很懒惰，不是明天再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去完成它。卡了。现在呢？那我刚刚说的话，你们是不是没听见呀？白说话了，不是要说话。那么多你都没听见，就是说你很懒惰不自律。我觉得你可以把很多事情就是列出来，就是哪件事情就是马上要做，或者是哪个时间段正要完成，你就要在这个时间段去完成它，不要又卡了，我都流量不怎么行，我连个 WiFi。 我们要不换个时间电台吧。这个打光打的我眼睛里面有一个光圈。其实我刚说完，刚刚我才刚说完，你事情不要拖，我就说明天再，有点吓人。什么？明天要干嘛来着？明天要上课，还要开会。谢谢齐直之所以照半仙送的啥？你能不能把 ID 取简短一点？你们把 ID 取简短一点，好读。到时候刷上去了就读不到了，知道吗？有点吓人了，我关掉。谢谢雨雪送的荧光棒，谢谢云海送糖果。有没有好一些？但是我感觉会黑一些。那晚上可以，就明天晚上吧，我们来聊天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又卡，暗了好还是开光好？眼里没光了。我今天拍抖音，我拍了一些好看的抖音，但是不能发，因为那个裙子是深色的衣服。我抖音小黑屋最近没出来，因为解除方式他让我去举报别人的视频，我觉得算了。我在想我是不是要重新开一个号了呀？那之前在后面那个号也没流量。是挺好看，就是不是星光眼深浅，就是深浅，就是深浅，深浅就是深浅。你发十个不行，你们不能发不好的视频。如果要是忘了了我的话，就记住我眼里的光吧，不是公司，它就是深浅。我有小孩，那小孩流量也不怎么样，就是点就记住我眼里的光。我都不是说了吗？我用的流量，你不发了，你要发正能量视频。我都会去读那个什么，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我是被第二次举报了，我都不用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规则了，就不用读那个什么读，就是读那一段话了。他现在就让我去举报视频，或者是举身份证拍个照申诉，那我觉得很麻烦。
我没有买过推广，我之前我这个号的床没有买过推广，谢谢乌鸦淘气图送的荧光棒。不是，就是他把我所有，不知道谁把我所有视频举办了一遍，就是我现在视频，我视频本来就不多，我作品删的本来就不多，然后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视频都被举报了，说什么违反公序良俗，我觉得一点，但我觉得那视频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恶意举报。我小号在呢，好不容易发个抖音视频，我真的偶尔不发抖音，很少发抖音视频，这肯定是很多，这肯定是之前剪辑视频火了，然后大家有些就来会来举报，而且反正就是。OK， 但我跟你讲，我本来就很少发抖音嘛，然后粉丝之前大概有20万粉丝，结果现在涨粉涨到40万了，可能是人比较多举报，他可能会自动判定你违规。谢谢彩英送的7个荧光棒，祝你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吧。嗨，我刚去拿外卖了，烧烤。我刚刚在做什么我都忘了，拿一份外卖，忘说什么。因为饿了，刚刚吃上，困了没有？还是早上起来是很痛，但是你现在就不痛，就是烧烤呀，脆骨。我刚说什么？对，你们那个打牌，这是鸡软骨，应该跟长得包差不多吧？还没找张志杰拿元素，哼，我露脸。露脸还不好吗？希望是能吃巧克力。你们想吃吗？想吃，那你们就想着吧。想着吧。我在你们面前吃，气死你们。写过的呢，气死你们！洗洁精吗？洗洁精，我放到那个垃圾那儿了，就那个水池呢。气死你们！外面垃圾桶。啊！认人，认人是。大的那个。认人送的糖果，就像珍宝送的鲜奶茶。你们，我有人已经开始点外卖了吧？呵呵，谢谢赵半夜送的头饰。我就点了一些烧烤。我跟你讲，你们看我，每个去过手绘都比我瘦，那不可能。你们看我直播之前应该提前点好外卖，知道吗？我脸胖，又有耳饭，但是想完之后又想吃，好吃呀。肯定是吃了，哼，你们变瘦，我觉得可能是化妆造型原因，或者现在消肿。谢谢上交香宝送的，确实，我觉得应该换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些其他的好吃的。哼，你们一定要减肥呀、啊！鱿鱼，你们要减肥呀、啊！我只要穿鱿鱼和鸡蛋烤串，你们不要走呀，这个好吃，这个是掌门宝，你看鸡软骨，你们可以参加我总选的活动的，你们可以在弹幕里面拉拉票呀，就你下来吃，
豆沙不好吃。嗯，我就是正常吃东西，我减肥，我减了。脆骨很好吃。你们怎么大家都有自己就是想投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转水啊？阿姨吃香的。吴丹妮呢？我不吃，我们刚刚吃饱了，我吃一下吧。嘿嘿，还有一个，我又找小粉肠了。我这是，想让你们去吃饭，让你们吃饭。你们一起直播，你来。真无语。哇，我们俩一起直播，我的飞行棋不会马上变成弯的磁铁吧？他们在我的直播间，我是飞行棋。哎，这是艾迪，你熟悉吗？你看看。你看看，这是艾迪熟悉吗？就是这不是，不是很熟悉，真的吗？出了一个炫，还有呢，熟不熟悉？就是在你直播间没见过吗？哈哈，我的磁铁好好呀，他们都没来呀，真的吗？给我吃一个吗？不行，我给你串串，你就让谁给我串一串？我吃桃子。这些人你都没见过吗？你确定吗？有一些，还有哪些？双推粉。他根本都没来过。谁呀？多咬一口嘛。你可以吃鱿鱼，你可以吃两三口就行。哼，不熟。你也说他们所有人吗？看了过，但他们不是很常来我直播间。你常来我直播间吗？谢谢一春小姐，你看他们急了，你们可不要急呀、啊，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真没来。谢谢云海帮糖果，谢谢消失的时光送的秋天奶茶，这是化老妆的呀。没有，我是那种，谢谢送到生死的奶茶，谢谢爱吃的小伙子送的煤块。你吃呗，继续呗。我可是非常和和气气，就是跟大家说话。我请大家吃烤串呀。谢谢小伙子送的礼物，我看一下，我把这69块给你。你不要了，你还播吗？不播。再见呀。啊，不是素是硕呀。我总念不对。是硕呀，你不知道。谢谢四号半仙送的糖果，你们能改 ID 吗？就改的有点简单好念的那种。谢谢一分钟的巧克力，最好就是那种张口就能来的 ID。谢谢旁边可爱的送的糖果，不要改很长的 ID， 你们最好了一两个字就差不多了。你这太长了。谢谢就是送的土豆，送的柠檬棒。土豆，你不用叫六七土，你叫个土豆吧。嘿，家是小太阳。送小太阳，为什么压坑入小太阳了？尾巴小太阳在哪里？哼，我跟你讲，你们要是取一些不认识的字，我就会念，我就会说谢谢不认识字送的礼物，或者是谢谢一串英文送的礼物。小超，你可以别尬嘛。没有啊，我觉得鱿鱼有点腥。我说你吃的不知道到哪去了。没有 PC 活动了吗？很好吃，你上汉子，你这个快乐就是因为你笑起来，后面不知道了。你没有英文，这是王佳音他们房间。我谢谢笑笑他们说的奶茶，谢谢笑笑他们说的两个奶茶。我这么能吃，我要吃了多少？你们平常吃饭也是这样吃的？你们平常出去吃饭不都这样吃吗？你吃了哪一点都不多，我点的都还觉得有点少。谢谢小伙子送的奶茶，呵呵。
我说话说不清楚了。你上我你上什么日子？山上的我也不想弄上去，我要这里。我跟六六吃了，昨天六六给他点烧烤给我点了，不给我吃了一串，说我刚刚回报他了一串，这叫礼尚往来，知道吗？因为这是脆骨。鸡软骨和猪脆骨很好吃，你刚肉串吃七天，你居然还活着呀。他两次我没吃到了，我才不给他，我给他了，我还慷慨的邀请他吃我的鱿鱼。昨天出来给我吃了烤鸡翅，上好的没有狗肠，我刚刚看看了他给我吃了，吃我的鱿鱼。六六去休息了呀。我的鱿鱼不是很好吃，想吃臭豆腐。有这样的外卖吗？我真的有点想吃臭豆腐。我觉得那种良品铺子还是不是良品的。就是有那种包装的臭豆腐，不知道好不好吃。这500毫升的珍珠奶茶，头发没有爱上，不然你再和一个人。哦，我还有饮料，你提醒我了，我会渴的，我只是忘了有饮料这回事。哎呦，我记得外卖应该有。呵呵，想吃臭豆腐，我要去点外卖。啊，苕皮，我也想要。有吗？是5YT送的零光吗？有吗？我再让你点。你万一自己点吗？我的直播。我不知道哪家呀。你就在美团上搜臭豆腐。我那你上次你那个是哪家？我那个是别人的呀，那我吃。烧皮也好吃，臭豆腐，这就是普通的可乐。臭豆腐，应该是。我真的很想吃，我之前从来不吃臭豆腐的，就是小学门口有卖臭豆腐的，或者是，然后从来不吃。但是自从在杭州外务吃过一次过后，我就彻底爱上臭豆腐。因为当时是谁？是周香还是什么？那你买了一碗，就尝，就象征性的尝了一下，就是尝下面从来没吃过嘛，因为从来就不太能接受，就是说因为它是臭的嘛。结果你咬了一口过后，你发现了新大陆。我们之前学校门口都很卫生的。分开一家店买。但是就是那种小山吃了才有意思呀。分开对，黑色的。分开的买，听到没有？分开买。怎么会呢？不跟炒苕皮不是一家的。六黄鱼池六流小帅哥 U 型磁铁超哥，你帮我买不要多把钱转给你。没事，那是小学的时候的。谢谢子怡送的月蝶呀，给你一个广告位，我可以帮你送我月蝶，我可以帮你拉个票。大家看飞行区总选可以看看仔细啊。有可以支持一下呀，然后希望你和小超一起跳夜蝶能够早日兑现。哦，好，谢谢。你拍个照片给我发到美团，我怕我找不到。找到你还谢谢他，你们太甜了。我也知道了。你们怎么都认识呀？你们怎么互相都认识？还有夜蝶，一定不要忘记夜蝶的约定呀！对啊，坐在地上的。那时候正好有直播站子，只有一串了，不知不觉吃，我总感觉我只吃了两串，现在都最后一串了。其实我有好多串。御三家好厉害呀！这不然，他们有地毯。不点了，不点了。我想吃臭豆腐，我要去买臭豆腐。你还在那拉票呢，
可以跳三首，你要和他跳三首。那你创业点，你们还想跳什么呀？谁说的？窗户一点都不错，好吗？螺蛳粉也不错，然后榴莲也不错，我觉得。有些不跳也得，爱用跳三首，这么喜欢跳舞。你没参选，哇！你们大家的友谊坚不可摧呀，我粉丝们的友谊坚不可摧，大家互相这样准备。我觉得都挺好玩的，是吧？你还有公司不让你跳，公司为啥不让你跳舞？不不不。我榴莲的话我觉得一般，但是我还是能吃，但是也不能说讨厌吧，也不能说喜欢。螺蛳粉还好，最近消停一些了，然后很开心想要吃豆腐，我很期待呀。真不是吃不出臭味，是真的不臭，它是有它食物的清香的，我闻了见，就是你闻它真的就感觉就是一个普通食物的味道。就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说臭，谢谢 K U R O R O 送的啥，送的恶魔头饰，不要取这么复杂的 ID， 我都念不过来。谁说我整天要发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们想吃臭豆腐的话，不是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念，酷漏了什么意思？安慕希，这小伙子送的糖果，谢谢。啥呀，为什么突然聊到安慕希打广告来了？长寿面为什么要长寿面？长寿面是不是很长的？我记得哪有，我看到有个地方打广告，就是说有一根面很长很长，一整碗就只有一根面，但是很多，就是很没有吃过。我不喜欢喝特仑苏，之前我妈想我们长高，买了一箱特仑苏，就是每天就是盯着你喝，我对那个已经有阴影了。好喝呀，好喝呀。嗯，谢谢赵半夜送的糖果，纳豆我好像闻过，但是我没吃，我觉得很难受。我们不吃长寿面呀，四川有什么面？四川担担面。四川担担面，四川有什么面？什么？四川有我面。四川担担面。有，我就是担担呀。有。你好烦、啊！有还有呀，蹄花面、臊子面、挂面、凉冬干挂面、凉拌面，还有你在我心里面，哇，你好恶心！天哪，你的粉丝每天都在承受什么？是他们先说的，他们卡了，所以可以连发给你。我的粉丝都在承受什么？每天，还有你在我心里面。呵呵，哪里土了？你们一看就是不接受我对你们的爱，说我土，你们感受不到爱了。你们应该去学习从零到一，从零到一的故事。虽然昨天那个书里面讲了什么我都忘了，就是我小天使送给我了一本书，从零到一女犯，我的女犯可以入团凑成都可以凑一个队了。他讲的是创新的故事，知道吗？你2010年就知道怎么从零到一了呀，你真厉害，我没学会，你就是你，我怎么不信呢？我们有一首歌，我跟你讲，我们有一首歌，有个动作就是一直把手举到这，我就他感觉在说我是一，我觉得到时候肯定这个反图或者是那个公演截图，到时候肯定会有这样的表情包的。哼，那本书除了名字不适合我，从零到一，什么话？我不是零，也不是一。我总选什么时候举了？啊，你说升写吗？
你们可以不要涂。我暴露了这首歌吗？你们不知道是哪首歌，我只做了一个手势而已，不然你们觉得是什么呢？你们猜什么歌？做一个手势，你们肯定不会猜到。谢谢啊，哦，启动的南瓜派对，谢谢南瓜派对。哦，你没有参加，那你不需要拉票呀，那你可以随机帮一个谁拉拉票，然后祝你天天开心，天天快乐，没有烦恼。哈，你们不知道了，你们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们的。小哈怎么不和子熙一起谢呀？吓死我了呀！不、哦，是很长的一段都有这个米糕吗？蚂蚁都有了，米糕怎么会咬？我烧烤吃完了呀，没有了呀！送人的你，他直接抱着我的手，你真厉害，是咬了。我没有很喜欢王者荣耀，你可不要脏我呀！我没有很大的游戏瘾，没有，没有。菜瘾还大。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中路二段厉害吗？就是这个段。我跟你说，我是中路十五段。我游走都六段了。那你也就两位嘛？我以为你都快几百段了。关注。你问你见过几百段的吗？你见过吗？最多的我见过五十段。最多是多少段？游手就行。我只是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段很厉害。我游走还一段两段，反正中路两段。其实我觉得二和十五差的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才能打出来，就是这个段。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打排位，我觉得只要我玩辅助，就比如说玩瑶，谢残音送巧克力，我们就胜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就很容易赢，因为我没有玩重要的位置，我都无语了。就是嘛，就是只要我玩那种辅助，大家都会赢，就是胜率会比平常我玩什么中路或者是对抗路，不，这个胜率会提高很多。我没有玩重要的位置呀、啊。我那天我们玩匹配，我只有选和阿古朵去玩了一下，算了，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英雄。我知道辅助很重要。就是不玩输出嘛，我没有和周香抢英雄，周香玩什么？周香现在不在玩伽罗什么的吗？能不能不要再提进这个英雄了？我也觉得我觉得瑶很好玩，但是老是会有人进，会有人进的话，我现在就进了探望机，肯定要进这两个必备进，然后就只能我昨天用了个大乔。但是我好久没打大乔，我现在已经不会玩大乔了。哼，我的镜可厉害了。嗯，好吧，但我没说。送青团的你，有人当你当？还有谁想？如果他们都让你当，你都会去吗？算了，我没有游戏，我们不能聊游戏，我们就是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直播间，就是说。我们应该聊点游戏以外的东西。谢谢残音送的糖果。你们怎么都在拉票呢？我们聊从零到一。我昨天讲的从零到一的那部分，大家有总结下来一些，就是有总结下来一些道理吗？还是吸引我的，啥我不知道耶。那你们能记得我说过我念的那么一两句话吗？我自己怎么明白？我自己怎么会怎么明白呢？那本书我可要彻夜苦读，然后悬梁刺股，围边三句。哼，你们居然不记得。我记得呀，就是让你创新那本挺助眠的，说实话背过《出师表》，应该背过，但我忘记了。
我怎么跟看书？我们应该把留给有就是有需要的书，就是看有需要的书啊。我现在好了吧？他就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刚说哪？你们听到哪了？My God， 太细了，逊毙了。怀慈，你点了吗？小品。没有。我刚说啥了？谁说的？我刚刚说逆鳞小小姐。说你们知道这个吗？我觉得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人应该知道。一本杂志。啊！你们居然不知道。就跟我一个年龄，我觉得非常可惜，他陪伴了我整个小学和整个初中，他就是我的童年。艺林也是，艺林小姐也是，他叫停刊了，居然没有人看过，我以为所有人都看过。他都是什么青春伤痛文学，那对宠物店我有印象，但是我快忘记了。故事会都是。我也看过，老刷到这个三梦奇缘。看天下我也看过，给你们讲这些杂志我都看过。三梦奇缘。知音漫客我也看，但是我看的不多，这个漫客什么的，不是那种杂志。我还看过，就是印小姐还有花火什么的，好吧？你们看来你们是一个，你们也说知音漫客的是一个年代的，说故事会的是一个年代的。偷听九月天我看过呀，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九，当时九月是个粉头发的女生，我幻想着我自己也是粉头发的女生。你是说，金小姐、艺林也看过，都看，我可喜欢看这些书了。陶志耀没看过，但是我们忘记他的故事了。千惟在我也看，我跟你说我看了可多了。我记得三月和四月是一对，都大陆没有看过。蓝头发那个是谁我忘了，我知道三月四月有一个黑头发的。偷心九月隔言没有，隔夜童话杂志。我现在我之前我们家里就是堆了很多书，都是这些书，我都忘了。你们是二次元。苍窗还是苍月女王？相貌日记我看过呀，但是啊，好吧，没事了。你们在相貌日记吗？但是我们当时语文老师不准我们看相貌日记，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看这本书要变傻。但是我还是偷偷把它看完了，不然我们看。我们反正是在书店买的。去回个微信，张杰问我是不是在。你们怎么都开始打牌了？我真无语。你们谁要叫地主？其实我打牌打得不好。哼，不，你抢不过我，我是地主，我要先出牌，我要出三大一。然后你们要不起，然后再出几个，然后你们再要不起，好，我赢了，结束了。我玩过那个三国杀，我这很久之前玩过，就是三国杀的，也是个就是纸牌游戏，就是有很多技能的那种。我就是很多什么什么逃什么什么杀或者什么什么过火柴桥顺手牵羊，然后还有武器的那种。
但是是很久之前玩的，我现在快忘了。就是，但是我就是你要选一个卡，然后你有什么血什么的，你不能死，还有什么忠诚和。我当时选那个纸牌英雄，我只看女英雄，就是不是女英雄，她不是英雄，是角色嘛。我只选长得好看的，就长得好看的。但是确实是很久之前了，我小学时候玩的了。然后，还有一个大富翁，我记得我来北巴的时候玩过一次，然后我是第一个破产的，我真无语。对，还有那种间谍什么的，考虑你要考虑什么。我不喜欢玩狼人杀，我觉得狼人杀很费脑子。2012年那时候我才几岁，我有8岁了，所以我当时第一个破产。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运气很不好，我一投骰子就到别人的租的地方，然后再投骰子我就买不起那个房子，然后或者是他们投骰子一下子就是到买得起的房子，或者是别人到他们房子他们都能挣钱什么的。我可能在这方面不太行，光线问题吧。我看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基本上我觉得读的头晕，我觉得跟读做语文阅读理解一样，你知道吗？真的跟做语文阅读理解游戏没有，我还是有玩的好的游戏的。让我想一下，我有什么游戏玩的比较好呢？我沉默了。我玩什么游戏呢？扫雷，你玩的经常那个，被那个，我玩，我知道了，贪吃蛇，应该挺好的吧。还就是牌，我之前在学校微机课玩过，贪吃蛇应该算。还有那个什么，之前我们全北巴都在玩的高跟我最美。我没有啊，大多数北巴人在玩的，就是那个当时抖音销的很厉害的一个游戏，不好玩。森林冰火人399，我玩的也还行吧。谁说我很菜的？我一点都不菜。五子棋我跟人机打过，我能在人就是电，因为电他匹配是电脑嘛，我能在电脑的五子棋下面过几招吧，能过挺10分钟，真的。贪吃蛇，你的平板上有贪吃蛇吗？我在念。啊？你的平板上有贪吃蛇吗？没有，因为平时拿那个解释跟分析。那算了。电脑不是那种很高智商的五子棋，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少有人能赢。就是去匹配电脑的那种的话，真的，你们去玩都不会赢的。不然你们赢过吗？就是你怎么兜的都不会赢。黑白棋是什么？奥比岛永远的神，那不是什么象棋？我不玩其他的棋了。我之前去报，就是小学的，就是又好了。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去回个消息，张杰给我发消息。我就光线好可怕，
我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有兴趣班嘛，然后报了一个下棋，就是它是一个棋类，我以为他教围棋或者象棋什么的，他没教，他教我们跳棋，就是三角形的那个玻璃珠跳棋，忘了怎么玩了。我都无语了，你知道吗？当时我一个人去玩，我还没有小伙伴陪我，我很尴尬的。那是我人生中最无聊的一节课，只能看别人下跳棋，可无聊了。小学时候玩的，而且我给你们讲，我小学的时候，我数学老师都不知道我是他们班的，就是我是我们班的，我真无语。就是我们的小学数学老师就是教两个班嘛，就是一班和七班嘛，然后我是一班的，然后还有一个七班，然后他有数学就是选修课。哎，不会又卡了吗？卡吗？好了，就是他教两个班，一班和七班，然后上数学选修课嘛，然后让我就是点名几个人去上，然后让我去上，我忘了，他往六六好像没有上，然后当时我就去上，就是和另外一个班的人一起上嘛，他就说我不是小学的时候，然后他说就是一班坐这，他就开始调位置，因为我们先坐好，一班坐这里，七班坐这里，然后我前面的他每个同学都记得清楚哪个是哪个班的，就开始分，然后就开始分，然后他到我的时候，他看上我，他沉默了，他想不起来我是哪个班的了。我当时可尴尬了，我真的特别尴尬，那是我小学最尴尬的时候。他真不知道我是哪的了，存在感太低了，那学校存在感太低了，他就看到我愣住了。我记得我在初中也是，语文老师就是说哪个班的，他看到我也愣住了，他们不知道我是哪个班的，我觉得可能平时存在感太低了。那还其实挺久的，就是他说你他记名字记不出来，就是你就坐这吧，就是他们可能会偶尔的就是看到你示意一下。谢谢芭比送的两个荧光棒。而且有些时候你以为就是老师就是非常的哪里都盯着你，其实他根本没有。好烦呀！我小学没有眉毛，小学五年级是把眉毛给刮毁了，然后就开始画眉毛了。我也不希望老师记得我，真的。谢谢圣诞元送的礼物。我就希望我在后面老师不要看着我。我可喜欢坐最后一排了，初中的时候，我最喜欢就坐最后一排。我不说眉毛了。不然我们的之前的小就是座位是那种轮换的，就是一组一组的，就是往后调，往前调，往后调。我的名字。这边说不了话了，那这可怎么办呀？英语老师真的，英语老师他真的就只记得，就是每次要抽背问题，他只会单独抽那么几个人，或者你就回答问题，他就真的就能记得我。生物老师就是抓上课睡觉，就是打瞌睡的，一定会抓到我。就是我不。必抓到我，是女老师。然后反正就我每次都逃不掉。我就有一次中午我没有在学校睡午觉，没有在学校睡午觉，然后就是没睡嘛，然后下午有一节英语课，然后当时我太困了，真的困了意识都不清晰那种，但是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课堂上睡着，太丢人了。然后当时那个环节好像是老师说把书翻到哪一页，然后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英文让就直接说这个文章前面那个很简单文章就是让人来念朗诵一下嘛，读一下嘛，念一下嘛。当时其实然后当时
然后他就让我前面，我当时书都没有翻开，然后我以为他让我回答问题，我以为他让我回答问题，其实就是那简单的那个书，他让我回答，我当时可慌了，主要是我同桌也不知道该翻哪一页，这是我这里最社死的一个时候。我没有睡着，我在疯狂打瞌睡，但是意识已经不清晰了。总之是女孩子，不应。我就疯狂翻的页是哪页，后面老师突然让我坐下了，那没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我坐下了，主要是到后面我有点后悔，其实因为那段文章很好读，真的很简单，然后我却这样，你们知道吗？我们之前初中就是语文背书，就是背诗文嘛，就是必须要老师面前一个一个过关，有些人他们就会。一个人老在老师这边背，另外一个人在这边偷偷把那一页翻开，他就边向着老师背边看那个书上面写的什么，老师居然还没看见，真的，被罚抄了10遍，那是你做的没到位，你的掩护工作，我可能下播了，我8点。有些东西真的很难背，其实现在你背我其实背到的东西我到现在一个都记不住。谢谢七小送的荧光棒，再见呀。才8点，我觉得今天我总感觉现在10点了，才8点，不卷。明天早上我要去陪王丹去拍照，然后明天还要上课开会什么的，明天早起呀、啊。等于老给我推荐那种办了事的人，然后减少多少钱？我也看到了，你们是做920万。我要去买臭豆腐了，再见。